那你等会儿别跟我奶奶说啊。嗯。哎呦，太乖了，都喝光了。都是我喝的，奶奶。你有病吧？奶奶，我还想喝。我就是拿来了。谢谢奶奶。我不喝了。必须喝，每天都必须喝一杯豆浆。洋洋真乖，这么爱喝豆浆，一看就是一家人。这样喝？喝掉。你不想喝，我帮你喝呀。秀奶奶，快快快，不得了了，不得了了！启蒙跟人家连家底都交代了，这样下去他会被骗的。快来快来！1975年，你1975年在干什么？1975年我们，哎，你们来干嘛？等等，奶奶，启蒙，喝这个冰水对身体是最不好的。我给你带了养生茶。陈领导。印堂发黑，双眼有点无神。干嘛？不知道。脉象还有点偏弱，你这肾可能不太好啊。你不要乱讲，你是不是学医学瓜了你？我。小陈领导，这样你让我奶奶带你去，她肯定比我更懂，知道的地方更多嘛，对吧？那个什么洋洋，他脑子，我带他走。等，看，这就是他的选择。干这，哎呀，奶奶，嗯，你很熟悉吗？什么？秦梦说您对这边的相馆更熟悉。照相馆？啊。是。那修复照片的事情就拜托您了。修照片啊？哦，照片这么糊啊？这个可以。那你要喝点什么？不要不要。行了，好啊。服务员，再来瓶柠檬水。我自行车。个破自行车，跟宝贝鸽子似的。先不说自行车。那男的他为什么老缠着你啊？就你屁事儿多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我看你是好几天没脏老子收拾皮痒是吧？不是，我觉得那男的吧。不是，那到底是谁？干嘛呢？大白天的。你是怎么回事？我错了。贱人！不是，你跟他听我说，你听我说，大贱人！你听我说，跟咱没关系啊，咱不去多管闲事啊。打人犯法，打人坐牢，打叔住院。你听我说，我真的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气，管我！你要相信我。王总，好巧啊！真没想到，这城市里竟然有这样的地方，这么有烟火气息。来过一下，过一下。
听说有人在深夜的城墟里面看过象群，但我一次都没有看过。以前有个朋友跟我说过，其实大象是一种非常有智慧、有灵性的动物。这么厉害？嗯。那他们看得出人的灵魂吗？我想应该是可以的。看了这么多家店，都说修复不了，看来爷爷的心愿没有办法实现了。事在人为，我们再找找。好。我记得前面有一家老照相馆，经营了很多年了，但是近几年好像重新翻修，改成了婚纱店，我们可以去看看。好啊。你好，老板，请问这个地方可以修复老照片吗？今天不营业了，请回吧，二位。你眼里容得下手机，容不下一张照片吗？你再仔细看一下嘛，行不行？老人家，别那么凶嘛。谁凶了？这种布纹相片纸，你们得找到定影冲洗液的底片。你们有底片吗？有底片就行啊。当然也得看底片的保存情况了。哦，底片呢？很可惜我爷爷没有底片。好吧，又不行了。好的，谢谢，打扰了。今天不好意思啊，找了那么多家都没找到，但是不要灰心，总会找到的。没关系的，就像你说过的，办法总比困难多。对对对。奶奶，在这个地方想找到一个人是不是很难啊？有一种说法哈，如果你想念一个人，在星空下你闭上眼睛默念他的名字，你就能见到他。真的吗？嗯。那我试一下。哦，好。三二一。行吧，来尝尝这个，这个好吃。哎呀，年轻真好，牙口也好。你瞧你这说的什么话呀，年轻不好，老了好。哎呦，别生气，来，都给你。还有。哎呀，你快别装阔气了，你小时候开裆裤我还给你洗过呢。你什么时候给我洗过开裆裤了啊？哎，咱别说这个，说这些还怎么耍朋友才？啊，对了，饭前啊必须要注意卫生，来，请消个毒。你没完了是不是？需要消，你这是病，消个毒需要消毒。等会儿。妈，秦梦，我请你。来，老板。哎，钱是大风刮来的。老板，一次二十五啊？一次三十。两次五十，一次不就是二十五吗？那好吧，好吧。两次四十呗。哪有你们这么砍价的啊？越砍生意越发嘛。生意发发发，两次三十八。别喊人了啊，来去。谢老板，注意安全。好。
算了什么？妈的！走了，小兔崽子。秦梦现在怎么变得这么爱打人了？秦梦，秦梦，吃也吃了，玩也玩了，早点回家吧，要不然你奶奶该等着急了。哎，小姐，哎，这不好意思啊，你不长眼睛啊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你试试，我不行。那我可动手了。我真不行，我不。话想跟你说，说嘛，你咋比你奶奶还磨叽？刘启梦，啥子？我喜欢。感情的事儿强求不得，你跟孟娃子就只是耍得好的朋友，别的事儿没戏。小虾米，我今天遇见一个人，跟你很像吗？小悟空，今天我遇到一个人，跟你很像。你好。你是女生，为什么要叫小悟空呢？奶奶说，孙悟空一个人很勇敢，天不怕地不怕。我也要像他一样，打败所有的妖魔鬼怪。我也想像你一样变得勇敢。那我把我画的孙悟空送给你，你就能变得像他一样勇敢了。影响生意？影响啥子？你那么多顾客怎么影响？我觉得影响就影响，再说了，这个绳子是我拉的，你凭什么每回都要晾到我家店门口啊？
来，一条。哎呀！哎呀！嘿！好瓜皮，我干死你！好啊，我今天就让你晓得，我让你……哎哎哎！呦呦呦！冷静，冷静！不动手，不动手，不动手，不动手！等开！可算来了，走走走！哎，对。哎呦！坐下。这里有什么便宜钱、啊、天机不可泄露，等下子就晓得了。哎呦，阿芳，我们是要搞舞团的。我晓得你要搞舞团，先帮我把这个便宜捡到吧。走了走了走了，走走走，坐这坐这，不要往前，不要往前。哎呀，你来了，我等你好久了。这个是秀英奶奶。哦，秀英奶奶你好，我跟你和张奶奶留着专座。哎，哎呦，快点快点，开始了开始了。欢迎来到现场的各位，你们好吗？在今天活动开场之前，有人问了我个问题，我是谁？我是你们的孩子，你们就是我的爸爸跟妈妈。对不对？对，是你们养育我，给了我富足的生活。小时候我家里穷，买不起鸡蛋，是你们把鸡蛋全给了我吃。太夸张了！现在孩子挣了钱，长大了，我要把鸡蛋一颗颗全部还给你们，爸爸妈妈，想不想要？想。当然，还有他，青春不老丸，有了他，你们就能拥有健康的体魄，就能抚平你们脸上岁月的皱纹。大家，真是想不想重回年轻？想不想？想不想传销？再大点声！你怎么哭了？多好啊，太感人了！我们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，好不好？好。我想问大家，你们爱不爱自己的孩子？爱。你们爱不爱我？爱。大点声，我听不到。爱。下面请我们的工作人员为我们爸爸妈妈发送爱心礼品。今天在我们的活动，在我们的现场，大家肯定人人都有份儿。大家不需要着急。奶奶，小徐，人人有份儿。我叫徐小强，以后你们啊可以叫我小徐。哎。孩子，好孩子，好孩子！遇见了各位爸爸妈妈，你比我亲孙还亲呢。您就是我的亲奶奶，我是您亲孙子。哎，你们手上拿的鸡蛋，对于我，这是我们的活动专场啊，都是给您两位的福利。山鸡蛋，哦，不要，我们家有，我们家有。哎呦，谢谢喽，谢谢喽，孩子你有心了，应该的，奶奶。我们先走了，以后有活动一定记得叫我啊。哎，走了，爸爸妈妈，下次一定来啊！我祝愿你们身体健康，你们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，好不好？阿芳，鸡蛋我陪你领了，接下来是不是应该陪我跳舞了？哎呀，急啥子嘛？该跳的时候自然就去跳了嘛。哎哎，小心，小心！哎，别打！你是别的女人是吗？啊？哎，好，好了，哎，小心！哎，别打！我。啥子？老子的鸡蛋，老子的鸡蛋，你们搞的啥子？你要打？不要打了！不要不要打！不要不要打！好了好了，别打了别打了！你们惨！你们俩别打了！老子让你们打！不要打死我！你不要打！疼死你！一群瓜皮！不要打了吧！哎呦，你们两个！为了一个晒衣服的事情，从早上打到现在，大家能解决什么问题？没听人家讲吗？打赢了是进局子，打输了进医院。大家都是幸福像柱子，邻里和睦是最重要的，还要给安宁这样的孩子树立一个榜样噻。姐姐说的对，是奶奶。哎呀，不重要了。打架不能解决问题，你们想不想比武定胜负？不是这个舞，不是这个舞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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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，是跳舞的舞。那就跳舞比高下，敢不敢？我怕你啊！走，哎，王大陆，你
下安宁。你别走，走，我跟你拼。啊，不不，不要冲动，不要冲动，拜拜。冲动是魔鬼。哎呦，女人呐、啊、都不省心的，咱不学他们啊，咱回去。嗯、哎呦，不是说好了比武吗？怎么又到这儿来了？那舞也跳，这麻将也要打吗？我说的就是比麻将。哎，青嫂，哎，你说让我去跳的那个舞啊，不会是广场舞吧？怎么会是广场舞呢？我们要组的是女子天团，我们要跳的都是高段位的舞蹈。对，哦，那跳舞有男人吗？当然有，参加比赛的有男人，看比赛的也有男人。啊，行，那算我一个。井底的蛤蟆，不晓得天高地厚。说啥子？就是你说谁呢？我告诉你们啊，这个女团里要是没有我，你们就是一群没人看的夕阳红。你说谁呢你？奶奶，张奶奶。哦，哎，小强，找你老半天了，我听说您鸡蛋碎了，你人没事吧？给您送新的来了，没事就行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不是那个保健品传销？哎，奶奶，我们回家煮鸡蛋吃吧。好好好，这鸡蛋可好吃了。哎，我回去跟您煮。我先回了。哎，兄弟兄弟，鸡蛋来了，那就三缺一。哦，这好四个人。哎，我来玩一把。打麻将可以，但是你们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啥子条件？我要是赢了，你们就把麻将借了，跟我去跳舞。要是输了噻？输了？输了就请我们一个月的串串，外加两并且请我们每个人做头发。嗯，来吗？要得，要得，要得。西风，有，换一点啊，去吧。服了，又服了。去去去去去，慢点。哎，自摸我又服了，不好意思啦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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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我马上就赢了。自摸小鸡蛋儿，哎呀，小鸡蛋呀！发财！快快快，秀英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今天怎么了？怎么这么慢呢？我又糊了，不好意思啊！哎呦，秀英呐，哎呦，你今天咋个又失常了呀？输了你可要认呐！一个月的凉粉，一个月的串串，外加请我们每个人做头发，做头发。对，我都认，都认，都可以。但是跳舞的事情呢？哎呦，再见，拜拜，我得要走。哎呦，到处看看时间了哈。走走走，不行了。我我也糊了。哦，天没天，人没人性。万万没想到，一把没赢，好难。洋洋，奶奶来给你送鸡蛋啊，一会儿到门口拿。奶奶，哎，下周的活动啊，您可一定要来啊！这次不仅有鸡蛋，还有牛奶。真的？那我一定去哈。好嘞，那我亲自去接您。哎，到了。哎，到了。到了。哎，好。你等我哈。啊，好。哎，您当心点儿。啊，拿到，记得吃哦。你看看，这就是我的亲孙子，我说啥他都不听，非得在这中医馆混。这要是留在北京，咋个也不会是这个熊样子。奶奶，你消消气儿。他毕竟是您的亲孙子嘛，您这不是还有我呢吗？再说了，我听很多爷爷奶奶说，别看高医生年纪小，但医术精湛呢。我说也不听，算了，不说了。奶奶，您坐，别气别气，以后这不还有我来孝敬您吗？咱回家泡脚。行，泡脚。走走，慢点起哦。啊，好嘞。
徐梦。啥事？我喜欢。感情的事儿强求不得，你跟孟娃子就只是耍个好朋友，别的事儿没戏。高明，你要拿得起放得下，不就是属马变哥们儿吗？强摘的瓜他不听。